出国小心玩到没命，旅游陷阱大公开。泰国的时候，然后就是都会文明说要去吃哪间餐厅，计程车司机他就真的载你到一间餐厅，朋友点餐，那我想说我就去厕所，进到厕所就看到两个，一个老板，然后一个就是我计程车司机。旅游陷阱大公开，今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